舌尖上的艺术，演出的有我们的爱迪生，就这样。这里是台北小巨蛋室外溜冰场，我们的爱迪生正在使用他的魔鬼的步伐，这时我们昂高还有溜过去了，使双方进入战斗的阶段，昂高要先躲避起来了。爱迪生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居然败给一个冰块。只记得烫伤的手痒，冲破怕该受，但是不知道冻伤该怎么办。我是你的宿敌，听好了，这是我特地带来的带环磁壶 ，Go！ 先把你感冒的时候信赖普拉腾，冻伤的时候应该信赖我们才对。福尔摩沙斯号，准备起航 ，Go！根据中央记者报道，台湾福尔摩沙号准备起航，虽然中途有点卡住，不过还是顺利下水准备起航。这可是台湾首次 MIT 自己制造的航空母舰顺利登陆。等等，我在讲什么？